床被子 一箱衣服跟一个电焊锅。你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片农田，基本上就是说跟我们老家差也差不到哪里，就是说好也好不到哪里。我一来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小区，都住在村庄里边，都是土路，说也说不好，但是它怎么发展起来呢，我们是可能说亲眼所见。我呢在安全座线上就是说组装呀，或者就是一些做一些，就是说把它组装起来，组装过以后就是还有检测呀，在这里。我们家有小孩哈，啊，从穿的、用的、童车呀，安全座、摇摇车，还有小孩的睡床，就是说。推车我们家就有两个，家里边什么纸巾呀，基本上都是好孩子的。就是说我因为我们在厂里边做，对厂里边就是说这种质量，就是对他真是很放心，因为我们自己做的。房子是我在好孩子上班的时候买的，像我家小孩哈，也在好孩子上班，我家儿媳也在好孩子上班，他们也就在好孩子厂认识。从我进厂到买房，到我小孩结婚，在家里边有小宝宝，都是在好孩子。